要甲要拗你啦，我要拗你，你就是那个要拗啦，违规不能停车。来，我来讲，来，等下，我来讲，等下叫警察传来。你老违规，我来讲你包养。我不晓得我那个地方我能不能够停车啊？以后拢客运车在停啊，你怎么搞讲袂使停？红线呐、啊，哼，遐一堆客运车在停的，你搞讲红线？哎、欸，警察开单不是开你，要开单算你的，对不？你什么帮人家？不能停车，你叫我等违规，我开罚单是不能开我呢。遐一堆客运车在停，你嘛搞讲袂消？对啊，哎呀，嘛是违规的，警察来，他最亲爱啦，我无要让你啦，我没有怎么样啊。啊、我不要让你啦！我都没有做怎么样啊！我不要被大声吵！我没有跟你大声啊！我没有跟你大声！你禁止吧你！我没有跟你大声！你敢是禁止吧？我没有跟你大声啊！你禁止吧你！我说我没有跟你大声，我都有选择进入去。我给你来啊！那个啊！我不报警啊！啊！我先报警啊！不能停车的地方我真的不能停啊！可以停车之前我等你啊！我讲叫对吗？上帝耶！那你现在就想让被告被告你？听到吗？听到吗？为什么不用讲？好了，好，那我报警，不要不要，你别敢别拗你呐！我哪拗你？你就是那个别拗啦！违规不能停车，来，我来讲，来，等下，我来讲，等下叫警察传来。你哪违规？我来讲，你包养。你有外公，你有外公，你有卖啊？我有违规的地方不能停车。外公，你有卖啊？有违规的地方不能停车。我来讲，我你别报警，你别报我报，啊，我报我报，你报不要紧。我说你别敢别拗，我要停车记录器来啊！我有停车记录器来啊！来呀，你坐车啊，想报警吗？好，我跟我妹妹怎么样啊？你没有做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喊多钱啊？我也没有说，我说不能停车的地方，我当然不能停啊。可以停车之前，我等你啊。我讲叫不退吗？我走啊！在浪琴呢，你没看到吗？嗯。在浪琴呢，你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谁啊？还有。啊？我只比这样子而已，我没中。我没怎样。那随便你打，那不然怎么办？路啊，我在浪琴呢。我在浪行人啊，我在浪行人，不要听不懂，你都讲中文了，为什么往旁边然后你就这样撞行人吗？听不到，随便你打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路啊，我在浪行人啊，我在浪行人啊。